叫男生拿拿。来得及吗？不是吗？现在是因为那个苹果的代表店想要的是保护层。吴老师报告一下，现在年轻的流行。因为这个他太小，所以整个就是像我这样胖瘦起来，今天来就发现不焦虑了。现在来温杯，就像我们在喝咖啡一样。在哪的茶叶吗？的浓度香味又不大一样。我们的茶水刚才温度。那个竹把它剪下来，就把它当那个。一般讲究一点的话，就是水温跟热度。啊，这么久，这个有时候就很难讲啊。每种茶不一样，所以它的时间跟这个的部分的时候，就变成要试几次，大概才能尝。针对的茶的底下。不然那公司有人介绍这个茶。对对对。倒吸为然。也是行家。很久没有这样子。散茶，就散的才会算金，要不然都是饼的。到6400了，我买不下去。但是我在现场喝，泡起来是很好喝，那喝的是很舒服。喝的味道。可是问题我买不下去。我们上次去跟人家吵架，然后最后知道那个。他有的就是那个香味又那么类似像稻草一样这样炸起来这样子，蛮专业的。然后会不会买那一袋一袋七片还几片这样装起来？那外面是那个稻草，他们像稻草一样这样装起来。挺省嘛，他就把茶去搬地啊搬起来，啊凉完好啊嘞，啊落雨时伊就摕出去卖。可是，一般的话，你啊讲，比如说一斤卖1000，他可能卖了2000。啊，他回来跟隔壁一个人讲说，哦，我今下得卖2000了嘞。啊，隔壁人讲你是碰碰料，那碰碰地有啦。